这是一个做手工剩下的饮料瓶底下部分，我们用美工刀裁5公分高，就是一个简单的小盒子，用剪刀将边缘修剪整齐，将上面再裁下来2公分宽一个圈，因为周长一样，所以放到盒子里太大，将塑料圈剪开，放到盒子里比一比，长0.5公分，用热熔胶粘贴固定，宽0.5公分，找一个装水果蔬菜的网袋，剪开铺在塑料圈上，用热熔胶固定，可用手指头沾水按压，以防烫着手。用剪刀沿底边将多余网袋剪去，将网袋一侧朝上扣进盒子里，边缘对齐，将四个角缝隙间打一点热熔胶固定，一个简单淋水的肥皂盒就做好了。放香皂、肥皂都好用，香皂再也不会黏糊糊的。盒子底边的水倒掉也方便，取材方便，制作简单。你看明白了吗？谢谢观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